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熊小将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玩的花球，它是由六张小纸条拼合而成的，无论从任何角度看都非常的漂亮，握在手中的感觉也非常的松软。如果你将它做成核桃大小，不但可以在无聊时候锻炼你的手指，还能让你的动手能力更加的出色。好的，话不多说，接下来看一下制作方法。为了便于观看，这里我用六张不同颜色的纸给大家进行示范。大家学会了吗？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如果你知道更有趣的手工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好的，小伙伴们，我们下期见。